七年冬，聂大帅宣布军令，次年将大帅之位移交独子聂真。此令所传之处，斥责痛骂之声不息。只因少帅聂真蛮横顽酷，欺行霸市，无恶不作。坊间皆传，少帅掌权之时，恰是洪州覆灭之时。头人在里面。就是为了这个，说话。我就是同街的饭馆丫鬟，我刚看到你们欺撒谎。对于饭馆丫鬟来说，你身上的胭脂味太过出挑，更何况也闻不到一点油水味。我叫小蝶，是城南沈家沈清香小姐的丫鬟。继续。我和大小姐今天就要出城了，车票和银两都已经备好，只差一张通行证了。可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家大小姐是和聂府聂少帅有婚约的，怎么想走？逃婚的下场你想过吗？他就是个人渣。人渣！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别紧张，我要夸你，骂得好。我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你能放了我吗？放了你？当然可以。别动。好像也没那么听话。把你的交出来，你的军衔好像也不低。行，我的确实更有用。走，都别动。哎，别乱来。你今天耽误了我五分钟，之后我会找机会让你补给我的。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不召回来吗？不用。我说少帅，你也该给自己配把真枪了吧？哪有少帅讨厌枪的？多嘴。不过也巧，得亏这是把假枪才没出事。更巧的是，她是沈家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啊。没什么，这家裁缝铺的赔偿记得不错。明白。大小姐，我回来了。小蝶，你见到这封血书时，我应该已经把自己洗干净。我被妖火军官下了药，下辈子再相会。
大小姐，小姐错了，小姐不该这么晚才刚刚，小姐错了，大小姐。景夏，她真的走了。大小姐去意已决，只留下了这枚票根。都是我这个当爹的逼走了她。林少帅提亲前逃婚这事儿传到了聂家，那是要爹了面子的。在洪州得罪了聂府，我们沈家怕是要走到头了。你起来吧。我的家就是你的家，我要我们永远都在一起。小蝶，我死都不嫁给那个无恶不作的人渣，你会帮我的吧？小姐，我会的。小蝶，别去。站住！给我这个老头蒙羞添堵，就是你的人生信条吗？怎么，有人告状？一年之后，就是你上任大帅之时。在民众眼里的形象问题，我不想再多提了。西洋军校教会了我，想要树立威信，得先做足个性。怎么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还不肯原谅我这个父亲吗？你放心，我没放在心上。说完我走了。等等，明天提亲之事务必放在心上，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都没得选。对方要是不愿意呢？这是洪州，谁敢对我聂家说句不字？行了，知道了。纨绔者欺行霸市，无助者满目疮痍，整个洪州触目惊心。我只是个孤身一人的丫鬟，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，我没有值得害怕的。大小姐，我哪儿也不会走，我会守住你的秘密，守住沈家的家业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借机进入聂家，不惜一切代价查出害你的人。给沈老爷子请安，略备薄礼。啊，少帅请坐。景夏，出来吧。